谢谢，小心你的玫瑰花。谢谢乌头乌头翁，唱得相当用心。还有得到玫瑰花，哎，为什么这么好？今天该不会是你的生日？不是哈，好了。是最首演。首哈首。首演自演自演首次演出。哦，首次首演。好，那那个第一组的朋友叫做乌头翁，然后第二组的朋友叫做罗汉松，哦，这个相当特别的一个连续的组合，应该有一点关联吧？那个乌头翁跟罗汉松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那个罗汉松，让他来讲解一下乌头翁跟罗汉松的故事。